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偏好小而美的私人岛屿，那么本期推荐的 Onaway Island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Onaway Island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 Muskoka 湖区，距离多伦多约两小时车程，且临近港口镇 Bracebridge， 船只或直升机均可轻松到达。该区域以其著名的度假胜地闻名，拥有丰富的户外活动资源。这座占地约2英亩的岛屿四周环绕着原始的森林与湖泊，拥有1320英尺的湖岸线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避开主湖区的喧嚣，享有宁静的自然氛围。岛上景观包括多层次的岩石地形和丰富的植被，提供了极佳的私密性和安静的氛围。 Onaway Island 上的主住宅为双层设计，起居室设有高挑天花板、大面积落地窗，将湖景一览无余。石质壁炉为整个房间增添了温暖，楼梯通向二层。主卧配有独立阳台和全景窗户，可俯瞰湖面景色。浴室配有步入式淋浴间和独立浴缸，简约实用，光线充足。其他卧室包括适合家庭使用的客房和儿童房，设计考究，舒适感十足。厨房为开放式设计，设备齐全，配备现代化的电器，宽敞的储物空间与紧邻的用餐区相得益彰。该区域专为家庭聚餐设计，适合多人同时用餐。休闲区满足不同的需求，空间宽敞，适合各种家庭活动。外部露台宽敞且环境舒适，配有户外家具，非常适合举办夏季聚会。船屋建筑结合了储船和休闲功能，下层为船只停靠设施，可容纳多艘船只，方便前往湖上游览。上层则是一个多功能的休闲空间，设计简洁大方，适合作为客房、健身房或工作室使用。这里的大窗户和露台同样提供开阔的湖景视野。此外，岛上还有私人码头、甲板休闲区和游泳区，适合全家享受休闲时光。 Onaway Island 是永久产权岛屿，目前以1395万加元的价格出售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